你老实告诉我，那笔钱你是跟谁借的？我们两个根本不合适。太让我失望了。我叫邱冬娜，我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生活家。敢好不好看？我什么都没说。冬，小将长大了。这个女士啊，我可以请你跳支舞吗？爱奇艺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